是潘晨，新加坡，你好吗？谢谢。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的好朋友潘晨，对不起，我还没喘过来，谁再喘一会儿。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站在舞台上面的每一分钟都是努力想要跟大家分享音乐，想要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，因为这是我一直上台的口头禅。那希望今天潘晨带来的这一首歌，也同样的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然后接下来是一首合唱，是我们俩的新歌。哎，居然会有人知道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在现场真实唱过，今天是第一次送给新加坡的朋友们这一首《因为爱》。一个梦，一个心，一个世界。谢谢潘晨，谢谢。
谢谢。